每一届举办星光大道这个唱歌的竞赛节目的时候，星光大道就会把他们刚开始所挑选出来的选手送到康熙来了。简单来讲就是 again。对，已经很久没有 again 了，你这次等的有点久，就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再。本来以为是 finish 了。又开始，所以这一批选手呢，那今天他们。康熙没有像过去给他们那么温暖的拥抱，就是今天有点。我们以前哪有给他们，我们以前哪有给他们温暖。没有吗？我们以前还会讲点鼓励的话。没有。现在也没有温暖的拥抱啊。真的，可是起码会讲一些场面话吧。没有。其实很少。很可怕吗？你这个人不讲场面话的，我还会讲一些话。好，那今天更可怕，今天要泼冷水，就是我们要给这一次星光大道的选手们看一下，从星光大道比赛出来之后。会进入什么样子的状态，所以我们请了一些已经从这个比赛毕业的人，然后他们各自在做不同的事情，会讲一下他们的故事给这些正在比赛中的选手们听哈。所以啊，今天棚里人很多，就是欢迎对面还有旁边的所有人，欢迎你们。你们五位是代表已经从星光大道毕业的人吧？是不是？没有，我不是。你不是吗？我刚刚不是，你知道敌对也没有敌对啊，你是别的比赛出来的。对对对，就是当初是比较像，就是你知道那时候这边一个那边一个，然后在那边比较，其实大家试一下都还蛮不错。所以你当时没有上过康熙来了？我这是第一次，所以我这样看真的加一个框框就是像看电视的感觉。要不我们借你一个框框？那会变国家地理频道，对不对？你也可以转台哦。当时你是第几名？第一名，第一名，冠军冠军。其实曾一嘉当年第一次站在超偶的舞台，把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所以我们那时候都不看好他，因为他长得实在有一点，不是说邋遢而已，他头发戴安全帽完全没有整理 ，settle 就是扁的，然后站上来。所以，可是他一开口，所有人都起鸡皮疙瘩，因为他真的很会。所以国伦相对而言，星光大道的选手们才刚开始比赛就已经长出样子来了吗？有一些欣慰啊，他们到这个阶段都还没有经过大改造的那个阶段，所以这是他们本来的样子，他们自己搭配的服装。哇哦！所以里面有一位业务员是什么意思？你讲，我们有好像有两位业务员，你觉得是哪一位？我觉得李龙是某个行业的。然后李龙穿的比较像 banker 啊，任龙星，他蓝衬衫也不太像业务员。任龙星就很像一般市面上蛮帅的 gay 啊。天才。可是你说李龙这种服装，你不要因为我们前面几集的。统计结果就会觉得说坐在对面一定有一定比例的 gay， 不一定就是。所以凭良心讲，李龙的服装合理吗？对 ，I always dress the， 因为back in Australia I sell this kind of clothes。他在澳洲是卖这种衣服的。哦。你在澳洲是在服装店工作啊？I study in Australia。是，然后你打工的地方是？对对对 ，I work 卖西装哦。任先生，你是哪里人？是台湾人，你真的从事业务相关工作？对对，我在从事业务相关工作。哪一方面的业务？保险业务。哦，旁边那位就是法妹吧？邱诗琳也不是在台湾长大的吧？不是，你是哪里人？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人称在发型店工作的妹妹是叫做法妹吗？我不晓得，可是我不是。唱歌手在马来西亚，那你有对发型造型有兴趣吗？还好，其实我自己不太会打理，就可能觉得不要太丑就好。你喜欢他的发色吗？就是曼都的3号吗？他是驻唱歌手，他也可以有一点发色。好，他们一共有14位是参加这一次的星光大道的选手们，然后这一次主持人不再是陶晶莹，而是林俊逸。好，是，所以陶晶莹还在那个节目里吧？桃子姐现在是这个节目的评审长，她就五个评审，她坐在最中间，她就坐在你的对面哎，正对面。那你在面主持不是压力很大？压力超大啦，我一直长痘痘，然后你会跟选手聊聊天，然后就被他看一眼，就觉得自己好像问的不对吗？他会救我啦。所以你如果问的问题一直没有到他想要的，他就会立刻问他，他就会把麦克风拿起来。就假装仿佛刚刚什么事都没发生，重问一次，把你的剪掉，然后接他的那个东西。所以你有高兴变成主持人了吗？因为你其实，在歌唱这方面被评价得很好啊。我觉得都还蛮享受的。By the way， 他当主持人入围金钟的次数比我们多哎。真的吗？他才当
当一下下主持人怎么会入围比我们多？他这一届入围了，对不对？你这一届入围。你是第三次入围吗？恭喜恭喜，你已经第二次入围了。干嘛发来啊？怎么样？你是觉得自己很会主持吗？没有，我是。反正我们也重去啊。我更好奇问一下，康熙是不是都没有报？我们有报，不是你们拿过了、啊？拿过还可以再拿，谁会 care 奖多啊？Again， 你们会是一直希望 again？ 我们只拿过一次而已。你真觉得我们想聊金钟奖啊？那你们想聊什么就聊什么。干嘛对来宾这么凶？好，所以除了林俊逸之外呢，黄俊伦名次是什么？冠军吗？啊，不，第六名。第六名。对。然后今天站在这边，是因为呢，要以学长的身份，新钢学长的身份，提醒各位学弟学妹，如果呢接下来唱歌呢发展的不是很顺遂的话呢，你可能就会站在这边，要不然就是坐在这。但站在这跟坐在这有差别，是这边有入围金钟，这里没有。哎，这边只有你没有入围过，好吗？曾经有，我有。你有入围过？你入围什么东西？儿笑节目主持人。得了没？没有入围。节目有得奖，但主持人没有。所以你现在在讽刺谁？没有，我在夸奖你。好了，你了不起，你有入围，你坐，你坐。没有入围金曲奖，不敢坐。好，今天来参加康熙的14位目前正在星光大道比赛的选手们，我们现在要很随性的从当中以三人为一组，然后让他们唱一下最近有一个昙花一现的歌手所唱的一首歌，叫做你怎么确定他是昙花一现？你怎么知道我没有下一首？那你就一年开一次嘛，就是你有在准备下一张专辑吗？我持续不断的会一直推出新歌，但是不见得是专辑哦，就是一直丢东西出来，单曲就可以了。对对对，我的 yellow 是。不是黄色，蓝色好像就黄色，好像就红色，很多颜色可以选。你倒是蛮幽默的。谢谢。你也不用没入围就满身是刺啊。好，所以俊逸，那就第一组三人你来选吧。简淑萍、车智立、李龙。好，请三位站起来好吗？简淑萍、车智立跟李龙三位，好。好，三位唱了那个 Blue 这个片段之后呢，S 会从三位当中选一位或者两位或者三位，他都想听，然后会请你们每个人讲一件关于你们自己的最棒的事情，让我们知道一下。好，那你想让车智立先吗？还是李龙先？李龙好了，我很好奇他的声音。好，李龙，你第一个唱。好，请开始。Sky is blue.The flower is blue, the clouds is blue, the heart is blue. 谢谢。OK， 好，谢谢你。柔和倒是会，你知道，就是会错过。OK， 他唱的比较像 Blue Sky。CD 唱的是很 blue 的，比较 dark 的。你也知道我是 Elephant D。再讲一次。P elephant 很深。好可爱。好，简淑萍麻烦你。好，来。The sky is blue, the flower is blue, the cloud is blue. 很厉害。很棒。很好听。怎么戏怎么办？怎么办？没事，不是我很矛盾呐、啊，就是他的音质好像比我有特色，我觉得很不爽。怎么？很值得听的。要不然他离开现场。好。你去唱给大众听，我觉得你太有特色，不要留在我们这个小棚。结束。接下来车智立。The sky is blue, the flower is blue, the cloud is blue.The woman is blue. 很会唱，但是你们的脑到底是有多小？这么简单的歌词都记不住。The sky is blue, the flowers blue, the clouds blue, the heart is blue. 有这么难记吗？
勉强。我们今天有碰到你的什么特殊的日子吗？对，穿红色有关系。好，所以三个人，如果我们要不要选一个人，让他们讲一件他们自己最有趣的事？简淑萍。嗯，好，淑萍，那个你现在有30秒，可以讲一件你自己觉得最好玩的事情，让康熙的观众可以从这么多选手当中认识你。那个第六名的黄金伦，他会按码表计算哈，请开始。那我会模仿白安。哦，30秒，我想看，可以。那我唱。如果你真的有想过，就一句吗？很像啊。可是还有李宗盛。还有李宗盛。哇，这么厉害，多才多艺。越过山丘。怎么短啊？那比较像白安唱李宗盛。请问你是谁？就是你可以让我们知道你是谁吗？哦，我现在是在英歌国小担任实习老师。小孩一直不听话怎么办？就是要跟他沟通。其实录节目的时候不一定要想到家里的问题，就是可以暂时忘记一下。好，欢迎你，请坐。王志宏歌声被埋没，小雨载入比赛车子。王志宏，麻烦你。The sky is blue, the flower is blue。 这一届之前他已经来过星光两次，而且都被选进来。可是你们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来？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车票上岸。然后这一次是我们的有一个评审老师小雨说，我 sponsor 车票，这是 sponsor 多少钱？小雨的预算倒是控制的蛮紧。9月12日起，中天综合台最新一季一放游戏平台《中国好声音4》获史上最高收视肯定，全球华人都在看。9月12日晚上8点，中天综合台全台首播。帮我们选三个人吧。吴思华。好。然后他们是一个 team。对。所以你们是一起比赛啊？一个团。OK， 好。然后王志宏。王志宏，嗯。超厉害。暗红铃。你竟然敢选那个，他的名字这么难念呢？你知道对，近视有点看不太到。我还想说，我绝对不会选他。好，胡思华跟胡思翰，请开始。The sky is blue, sky is blue, flower is blue, cloud is blue, cloud is blue, the heart is blue. 是姐弟吧？不是兄弟，是姐弟。你有另外一个团名。有，我们取名叫做 The Lighters， 莱特姐弟。莱特姐弟，这组也可以很本土啊，叫赖达乐团。对，因为我们 Lighters 是打火机。赖达是。你跟你姐当唱歌是不走合音路线？我们有试着要走，可是彼此会拉到对方。就会走音就是了。合音要两个人都很准，才能互相合。好，接下来暗红铃。The sky is blue, the flower is blue, the cloud is blue, the heart is blue. 你倒是不怪他歌词记不住。算了，他连这个裤子都穿出来了，我觉得礼貌一点。安红，你可以到前面来，让我们看一下服装吗？这是可以介绍一下吗？就是我是屏东排湾族的传统服装，下裤还有裙子。裙子也是吗？嗯。你可以背对我们吗？你要去哪里？可以借我们看吗？你要看吗？啊，哦，这背包会不会对你太小了？加上会这样子，来按回来。好小的背包，来比赛不要太多东西了。精简的。手机。钱包。哎呦，还 I love you。耳机。就没了耶。因为它就这么大。这是什么？腮红吗？护唇膏。唇膏，里面有点烂。
护唇膏已经太热的关系，太热融化。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比赛没有得名，就真的只要背这个包包回家就好？对。没有其他什么行李？就在身上啦，穿好。所以这是对你来讲最重要的生存工具，就是了。会随着年资增加，袋子越来越多吗？有各种不同的款式。OK。好，谢谢你，谢谢陈梅翠。还有一个没唱。好，王志宏，麻烦你。The sky is blue. The flower is blue. The cloud is blue. The heart is blue. 好，你喜欢这三组的？我没有料到王志宏的声音竟然是这么清，这么嘹亮。对，嘹亮。我还以为他会是那种，迪克牛仔那一种。动力火车那型。动力火车。我要选王志宏。那安先生呢？他刚才不是讲很多了吗？他除了包包还有别的事可以讲，我不相信。我觉得他人生有经历过一些事。王同学，你是哪？你跟那个安先生是同一组吗？对，我也是排湾组。那你怎么没穿那个服饰？哦，因为村长不同意啊。不是，所以你本来就认识他吗？不是，我是比赛的时候才知道是同组这样。请问这个头发要留多久？哦，我是从平头开始留到现在，大概两年半。什么 idea 让你留那么长？就部落比较少那个理发店，对。不是啊，就是。因为玩乐团，所以就想说留个长发，这样甩的时候比较。所以你会有各种甩法，是不是往前跟这样左右的？我通常是偏好旋转的。哎，到前面来。就看音乐啊，看音乐。好，我让你听一下节奏，对不对？这够甩吗？还是要更强？可以再要再强的耶，再强一点，是快一点，快。乐团要甩法用。好厉害，对不对？我现在是比较偏民族风的甩吧，不是？没有，很多摇滚乐手会这样甩，在当中。你知道我一直很想要这样甩，可是因为有时候我会穿略高的高跟鞋，就是甩完之后你真的会，你知道，会脚步会飞晕眩吗？就是如果太大力会扭到，就隔天就不太能动这样。可是有没有甩完之后有点要跌倒？不会，我刚才有一点。那你可以这一波先这样甩，等一下为了平衡再转一下。有时候会啦，有时候。然后你最久可以甩多久？我好像没有测过。王志宏，你要不要先甩？然后 S 说转向的时候你就转向，好不好？好，来再给我们节拍好。王志宏其实他之前这一届之前他已经来过星光两次，而且都被选进来。可是你们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来吗？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车票上台北。然后这一次是我们的有一个评审老师小雨说，我 sponsor 你车票，他才继续来。所以是 sponsor 了多少钱？多少钱？1500。车票，所以1500是可以来几趟？就来回啊，一次这样。就每次都是帮每一次的车票都是他要付吗？对对对。小雨的预算倒是控制的蛮紧。不是，因为我们就让他说，哎，这么好的声音，他竟然是因为他没有交通费，所以就评审就说，对，太可惜了，就说我们帮你出交通，你真的一定要来。不过我觉得志宏今天会红。你会叫做甩法哥，可是我刚刚没有料到，就是好像转向不太顺。对对对对对，以后不用转向。你如果受伤的话，我帮你出医药费。谢谢，也是1500吗？就你们预算都要那么紧？要拿发票跟我报账吗？好，谢谢你，王总，请坐吧。谢谢。好，曾佩慈帮我们选三组。徐俊杰。然后陈景浩，那我就选业务员好了。
任龙星啊，好，三个男生，你觉得是景浩先还是俊杰先？我觉得俊杰可以最后哎，他声音超特别，真的吗？他声音不正常，真的。期待期待。那我觉得看起来应该是业务员好像比较正常哎。任先生先吧，来，The sky is blue, the flower is blue, the cloud is blue, the heart is blue。跟我想的差不多。是不是？我觉得他比我想的低音多哎。嗯。对。蛮低沉。还蛮能够低音的。景浩来。The sky is blue. The flower is blue, the cloud is blue, the heart is blue。也蛮正常的。对你，所以，请问你这次入选的原因是？他应该不是唱 jazz 的 feel。他长得很像大熊。他唱歌比较直，对。所以你是学生吗？对，我现在要升大三。宋楚瑜演唱音乐哦，黄靖伦当场惹火主持人。好，宋楚瑜，好麻烦你。我唱完整首可能要一年吧。每一句都一样，摸一下。他主要是昆曲的节奏，是大学生，对。你干嘛？你节目里面。最后一个俊杰哈，请。The sky is blue.The cloud is blue, the heart is blue。 好令人意外啊，而且他说他如果真的比赛赚到钱还是什么，他要环岛主场，是不是？我觉得他的梦想很感人。你有敷面膜吗？比较少，所以我皮肤很差，所以不保养，然后也不上夜店，很少很少。嗜好是什么？嗜好就在家里玩电动啊，然后运动，然后看一些比较传统的东西啊，戏曲那类的。对，我很喜欢那个中国传统文化。你说像京剧跟昆曲啊？对对对，我喜欢听。他刚才就是用假嗓在唱歌，很有趣。对，我想他可以唱，他可以唱昆曲。我对他是蛮好奇的。那景浩跟任先生先请坐哈，谢谢。所以俊杰是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自己，好，来，时间开始吧。就是我之前在星光工作人员跟我对手卡的时候，他就问我说我可以模仿谁，然后我就说我可以模仿谁，我说有人说过我像 Hebe， 然后我就唱给他们听，他们就说真的蛮像的，但是我自己就是不太敢模仿。之前主持人就想要 cue 我模仿，可是我怕被 Hebe 的粉丝攻击，所以我就不敢模仿。所以当时唱 Hebe 的哪一个歌？是唱渺小的副歌。所以如果是我们两个要办个人演唱会，你要去谁的？我喜欢去 S 姐的，我觉得会比较。不要讲场面话。不是不是，真的真的，我想去。我觉得 S 姐可能那个比较疯狂，也会比较疯狂一点。谢谢。可是你上次办演唱会的时候，他并没有上去抢票啊。对，你有去吗？我上次演唱会。我没有去，是因为我比较穷一点，我没有那个钱可以。现在也是要申请车费吗？没有没有，可是还好，因为我家就住台北。你会唱？你真的会唱戏曲吗？就是那个，你说京剧吗？游园惊梦的那个，我突然问。你学游园惊梦里面的，就前面那个是杜丽娘的片段吗？杜丽娘的前面讲，他们就是游春看花园那边。你记得内容吗？不大。怎么可能有人看游园惊梦却只学这一句？因为他是老
良辰美景奈何天，你不学你学这一句，这句很不重要是不是？这句很重要，可是后面他春色如许讲完，那个一开始他就要唱了，就他就停住了，就不是是如许，就没了，这太奇怪了。你说就像是唱阿妹的歌，然后唱停，就对，因为她是一个小姐，跟她的丫鬟在花园里面赏花，所以两个人拿着扇子就这样子弄来弄去嘛，所以她就春色如许。后面要唱说有哪些花才行？她没讲，她没接上花。对，就这样，你唱得下去吗？接下来你会唱？后面的就不太会。可是我很惊讶，是21岁的人在看昆曲。我自己本身是那个艺术学校，我学戏剧的。对，你能够唱男生的声音？我们要把这事情留给星光自己做吧。也对，尽量不能把人家的事情都做完了。他还要，可能还要比赛很长时间，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把人家甩把弄掉，我已经很内疚，我就是你把人家一个招弄掉了，甩把还没有在你们节目组，还没，对不起，真的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一个特色啊，很好。一个，所以你下次还会叫他甩吗？他可以甩手吧，真的。旁边甩手。OK， 俊杰，欢迎你，请坐哈，谢谢。好，下一组人唱之前，先来看一下。康真婷上一次来康熙长什么样子？我真的这样以为。弟弟，你喜欢他唱的那个吗？我刚才最想跟你聊这件事哎，那个 AA 那边会不会 A 的太刻意 ？AE 那边吗？对，就感觉好像是 AA 小姐，你的小姐。好，那个康真婷被改造过了。然后你现在对于自己的造型有什么有点不能接受的地方吗？哦，因为我本来都是留长发，然后忽然剪短，然后有被网友说很像大同电锅，朋友也觉得啊，怎么那么短？很短的话，他被网友说像大同电锅，是电冰箱吧？叫你讲，我懒得花，不然你讲，他像大同电锅，应该是日本的吧？你是剪的当下就哭，还是回家才哭？剪的当下就哭。当下哭，那回家哭的是你，是不是？对，你回家哭是为什么？卸了妆是不是？女生真的有卸了妆会哭的吗？有时候会沮丧。你们好残忍啊！卸了妆会沮丧吗？有些人会啊。有黑眼圈啊什么的。曾佩慈，你说你回家卸妆后照镜子会沮丧？会啊，觉得说怎么没有那么天生丽质，是不是？就有的时候我可能化完全妆，然后常常会看着镜子，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不能素颜就长成？是，对。有的时候画了眉毛之后，你就会想说，要是我天生就长这样的话，就是美到爆。还是说别人的想法啦。是你每天在家卸了妆都觉得美到爆，美到爆，帅到不行。全爆炸。我都是化完才比较沮丧。为什么？你就觉得怎么还是这样？就是。所以你怎么你不一样了耶？对啊，你是康真婷吗？对，真的是他本人吗？是的。在座有谁是跟他同届的吗？没有，没有，没有。所以你们如果在路上认识出来是这个人吗？他不叫我，可能真的认不出来。他的声音好像也有一点。声音也变了吗？所以他不是康真婷，对不对？另外一句，你声音好像变比较哽咽的感觉。你说你把康真婷放到哪里去？就是可能以前的声音比较更嗲哦，对，现在声音比较没有这么。怎么可能有人会完全不是同一个人呢？女大十八变，他这种话你以为我会信？我刚才我有动一些啦，什么？对，哈，我有去戴牙套。然后还有鼻子。好，康真婷，我们还有几位没有表演的哈，你要不要选一下？陈兰姐，我是觉得她长得有点像林宥嘉。其实我们只剩下四位，所以我们用两个人就好了。好，对，来，你看林宥嘉。康真婷，你选两个。那就陈兰姐，那跟陈志立。陈志立选过。间接失忆症，那就宋楚瑜。宋楚瑜跟陈兰姐，那兰姐先吧哈。好，来。The sky is blue, the flower is blue,
The cloud is blue. The heart is blue. 最后一句有搬回来。有。第一句稍微离开我们一点。搞错了。OK， 好，宋楚瑩来麻烦。The sky is blue. The flower is blue. The cloud is blue. The heart is blue. 嗯，他如果唱完整首，可能要一年吧。每一句都有意义，我问一下。他比较是昆曲的节奏。可是两个都很特别，对，蛮好的。你想跟谁聊？宋楚瑜的声音。好，兰姐请坐哈。请问令尊是宋楚瑜的粉丝吗？你真的叫这个名字？真的叫这个名字。可是就很容易搞混哎。所以你连斜玉编都跟他一样哎，所以是从小有人把你们联想在一起吗？对，很几乎每次都会。所以你实际上是哪里人？我是高雄。高雄人。好，你猜出他几岁吗？26。28。方便请教吗？就是我21岁，我是学生。21哦。嗯，很小。是大学生。对。你干嘛？你干嘛？我们在主持节目。一访问就要开始。在主持节目里按什么？抱歉，我觉得他这个这样是在按康永哥的。好了，我接受。OK。小薇小红面马来西亚，今年阿飘也认识。你先签好，你先签好，来，诗玲。The sky is blue, the flower is blue, the cloud is blue。他想知道他走在马来西亚街上逛街的话。会引起轰动吗？一定会的。真的，其实康熙在马来西亚真的超级。你觉得10个人会有几个人认出我来？我觉得10个。那另外一个是鬼吗？所以又在护身符是不是？康熙来了。所以楚瑩要开始讲一件他有意思的事了哈，现在可以开始计时了。来，楚瑩告诉我们一件事吧。哦，我比较特别，因为我声音很特别，所以大家都会可能就说我要唱什么歌都会变成我自己的歌这样子。你可以唱小苹果吗？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小脸，我的心我点亮我生命的火。也是他的声音哎，对，所以陈绮贞你唱也是你的声音吗？对，楚瑩谢谢你，请坐。曾玉佳只有你还没有选了，可是我们只剩下两个人。那好，曾玉佳麻烦你替我们选一下，你要选哪两个人？我看这边现在有十几个，我觉得诗玲好像感觉蛮会唱的。还有陈瑞，我就很喜欢他今天的打扮。好，谢谢你，来两位请站起来。这个还蛮好控制的。诗玲跟陈瑞的话，男生先还是女生先？女生先好。女生先好，来，诗玲。The sky is blue, the flower is blue, the cloud is blue, the heart is blue。他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跟哈尔唱的很好。是啊，你像独立唱片那种老外的歌手。对，很有意思。好，陈瑞麻烦你。The sky is blue, the flower is blue, the cloud is blue, the heart is blue。它的特色是在于它每个音的最后一个字都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很远，很远，都是这种小 cat， 很高的意思。两个都聊一下好了。好，来，诗玲，告诉我们一件事吧。好，那我就把这30秒送给我朋友。那其实我一个好朋友，他我来台湾之前他就有关心我，我以为他会关心我比赛，可是他就关心说。你可能将来会上康熙，我就说干嘛？他说那没事。然后我昨天
就收到通知会上康熙，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我要上康熙。他说，那麻烦你跟小 S 姐说，她是你是她的女神这样子。所以你朋友是来自哪里的人？马来西亚。所以你就是我在马来西亚很受欢迎，是不是？算真正的这康熙，我们这一群都干嘛按？尽忠职守哎，按了典范的大忌是吗？我在察言观色，对不起，所以你坏掉就不好了，干什么？继续继续，换一个。那意思还想要知道什么？所以我走在马来西亚的街上会怎么样？大家都超喜欢，就觉得他还说帮他看看你本人是不是真的跟电视上一样这样漂亮。那你跟他讲一下。哦好，他真的是很漂亮。你看一下我妆很薄哎。对，这个是真的，而且我没有贴假睫毛，你看他妆有多浓。真的很自然，这个是真的，真的，真的。他想知道他走在马来西亚街上逛街的话，会引起轰动吗？一定会的啦。会真的，其实康熙在马来西亚真的超级超级。你觉得十个人会有几个人认出我来？我觉得会十一个吧。那另外一个是鬼吗？谁正在护身符是不是？是一直听不懂故事吗？我觉得他蛮有前途的，他知道怎么样上节目哈。是你需要你什么话？你说你在马来西亚是驻唱歌手，对，然后就因为在来台湾的前一个星期，我们马来西亚一个比赛，然后刚刚结束，然后我是那个比赛的冠军。哦，冠军！马来西亚一个很大型的叫 ASO 的比赛，对，那个很牛。哦，所以我读其实我算压力非常大，对不对？是超级超级无敌的大。你说马来西亚很多报道报你说要来这边参加比赛，特别是他们会把那个冠军，我就觉得其实我也是平常心在唱，我希望大家可能就不要对我抱太大期望。所以你希望马来西亚的人不要再跟你说加油？不是，那你们还是可以加油，那我会用我自己方式可能去消化这些加油打气的话，我自己也要从这个东西学习一下。哎，你们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只要说加油，你们都在心里翻白眼吗？还好吧，不会啊，不会吗？到底需不需要听到鼓励的话？需要，还是蛮需要的，还是需要。你们喜欢哪一句？比方说，你一定会表现得很好，这一句 OK 吗？放轻松，没有用，没有都没有用，因为就是很紧张，越讲压力越大，你一定会得冠军的。太恐怖，那个压力太大了，应该是要讲，就是但应该是唱完之后要说，我觉得你唱的真的很棒，没有人唱得过你。真的假的？唱完之后讲，没有用了，唱完没有用啊，这样子就是我唱不好，表现不好，还是这样听到，我就觉得啊，好了，那没关系啦，就是自己骗自己，知道。可是唱之前呢，要讲什么会让你们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很多朋友会跟我说，在家里厕所唱的感觉就好了。可以说我很看好你吗？我觉得大家只会跟他讲说你是谁啊？我们发的是康真平哎。所以宇轩那时候听人家讲加油，会觉得很可怕吗？蛮恐怖的，就是还蛮害怕每个人，因为他们除了讲加油以外，都会讲一些我觉得你可以选谁的歌啊，我想听你唱什么歌。给意见，对，那个最可怕了。各种意见，包括评审老师，然后选手们的意见，然后自己朋友家人的意见，通通一起来的时候就很恐怖。那你可以请他们说，就不要再提供意见了。对，有时候就会变得脾气很差，就说可以不要再讲了吧。可是这样又会被人家说我们是为你好哎，你这样是不是大头症？可是林俊逸，你当时有听别人的意见吗？没有啊，所以其实就是照你自己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嘛。对，其实我很怕听到加油这两字以外的话。加油就好，就是加油就好了。如果说加油，但你的眉毛很细，这样可以吗？就是说哦，那我应该说谢谢吗？我真的，你这样子真的会引起我沉思哎，就是为什么我眉毛细？你自己参赛前后样子差的不多吧？我其实前后样子差蛮多的，因为我在比赛的时候压力很大，我就非常瘦。然后那我人生最瘦的阶段只有55、56公斤，可是我179，然后我一比完魔王，大概3-4个月就胖了12公斤，就是我比赛前后的样子差蛮多的。可是如果他们现在压力大，也有可能是吃就会不会瘦啊。但也有一些是比赛的过程越来越发胖。参赛以来已经变胖的举手好吗？有吗？还没。车智里，我不是故意看你，不用对我笑。所以车智里是本来就是比较，我本来就比较胖。OK， 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更胖。你也是马来西亚人？对，我也是马来西亚人。所以邱诗琳，你们比赛过吗？
我们没有比同一个比赛过。但是邱诗琳在马来西亚是很知名的。对啊对啊，就那个冠军，因为今年他的那个粉丝也爆，就很爆在马来西亚。李龙是不是也参加了比赛啊？我知道了，他很像直销的，已经做到蓝钻的程度。还在想这件事。他穿的明明是 Kingsman 的那个派头的衣服，你为什么一直把他往另外一边扯啊？他的西装都很好看，他西装很紧啊，每一套西装都很好看，他有弄那个，他像 James Bond 那样，对。所以那我们也这样。李龙，你参加了什么比赛？越南好声音啊。越南好声音，哦，从越南来的。可是我的爸妈要我去澳洲 study， 所以我不能 continue。所以你爸妈还在越南吗？对。所以你就不知道你会。如果比下去会得到第几名这件事，我的确没有看过人家穿三件式西装参加比赛，特色是一个特色。陈瑞现在有30秒可以跟我们讲他的事情，好，来，陈瑞请开始。昨天知道要来，就是知道要来上节目的时候，然后刚好跟我家人在一起。然后就跟家人说，哎，明天好像要来上康熙。然后就家人就说，怎么会突然要来上这个？然后他们就说，就其实家人也很开心。然后我也觉得今天来这边就是很像在做梦一样，因为以前都是从电视机前面，然后看到 S 姐跟康永哥。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次来参加比赛，认识大家，我觉得很开心。然后也是我自己正在努力跨出我自己的第一步。所以你本来在做什么吗？我本来参加星光大道之前。我现在还在念书。好，欢迎你，请坐哈。谢谢。所以参加完星光后演戏的多还是主持的多啊？我是演戏。对，只是演戏。对。宇轩呢？演戏。我也有演戏。黄靖伦也演戏了。我之前演戏，但后来转主持比较多。所以会很在意说歌声这件事已经被忽略了吗？其实不会，因为自己私底下还是一直会去练歌唱歌，我一直约宇轩去 KTV， 然后常常有很多粉丝啦、路人也在提醒我，哎，怎么那么久没发片？对，然后就一直想，哦，我还是一直要朝这个方向迈进，这样子。所以曾佩慈，你会觉得今天选手们来参加，像你们当年一样，然后经历那么长时间的折磨后，最后可能不是以唱歌被大家记得 ，OK 吗？我觉得就是不到最后关头，你就是千万不要放弃，因为虽然比如说我是等了7年多发片，可是其实我这一届星光第二届还是有人还没发片，但是我这样讲，真后悔问他这个故事。因为能够演戏还是不错。那个，因为我今天刚好就是我最近9月有一部新戏要上了。其实我觉得演戏是会帮助到唱歌。不过我很好奇，因为今天也不需要国伦老师评断什么，可是你拿纸跟笔干嘛？你在写什么？没有，就是无聊的时候可以画一点东西。我看过国伦老师的大作。哎，其实我讲一下，我觉得佩子讲得非常好啊。其实很多你已经累积化成清明上河。因为很多人来比赛，他们我们讲演唱，其实演唱要演也要唱。很多人会唱，他不会演啊，他没有办法演绎这首歌，所以我觉得演戏非常好。不过主持这样的节目的时候，主持人通常都会觉得说哪个选手好聊或不好聊，可是实际上很多音乐很棒的人不一定好聊啊。可是主持人就难免希望那个人好聊一点。我觉得其实选手都不会太好聊。就是因为大家都还是素人的状况，我当时自己当选手的时候，我也会觉得主持人一定觉得我超难聊的，因为你丢一个问题给他，会回答3个字，然后他就没有后面就没有故事。你当时蛮难聊的。对啊 ，I'm sorry。可是现在人家已经入围了。不要这样嘛。佩慈，你的戏是？是名若小溪。然后其实我在里面扮一个村姑。那这个角色其实他是一个全国武术比赛第一名的人，所以其实拍这部戏，我只能说当歌手其实蛮幸福的，所以大家先努力的朝当歌手的方向前进。但是我实在是觉得演戏帮助我蛮大，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作业簿，
我觉得可以，叫我们写作业吗？可以送，因为这是我们特别做的那个周边商品，然后国伦老师你可以画在这上面没关系。然后这是送给 S 姐，谢谢。不需要吧？你再继续生，小朋友应该会很需要。我就算捐献也不够用。今天有机会见到大家，然后依照惯例的话，接下来比赛继续进行的时候，就是还会看到其中几位选手再次来康熙。可是如果这次金钟奖林俊逸得奖的话，我想就不用来了。好，谢谢大家。